Number 7，7号尤爱慈。Number 10，10号宋新宏。那今天中华白队的先发组合推出尤爱哲、宋新宏的一个搭档，加上。哦，这球给的漂亮，篮底下莫巴爷，哇，可惜了莫巴爷。再看一下，发个底线球，美国队这个防守漏人哦。尤爱哲带过来给地板球，宋新浩拿球之后上去，要到了犯规。宋新浩应该可以再有信心一点，可能前两次的出手都没打进，所以这尤爱哲收球，向他左手的挑篮插板得分。老出手真的是够高啊，出手点也高。来喽，没有人看守他，尤爱哲上来得分。经验比较嫩这一点，他们还真的蛮有把握的。尤爱哲突进来了，上篮得分，空档太大了。高跳再找莫巴爷，篮底下 M1 精算加罚。哦，默契真好。是，对，这是个 mismatch， 在禁区里面，莫巴爷就是比。关打右外线拔起来出手进了三分。外线有空档机会，又再来一发，难打的哇！攻的把握性非常好，防守更出色。这个球，哇，抽到了！关达又精彩的判断，尤爱哲加上尤爱哲，蓝少辅也贡献了一个。好，回到11分差距。M1，哇吼！尤爱哲挑篮出手，瞬间的加速真的很有一套哦，你不得不佩服他。防守球的推挤之后啊，重心失去了重心。传到底线，张嘉禾三分起了 ，Yes，Bingo， 哇，领先了。再看一下，尤爱哲第一时间找到了张嘉禾，没问题啊。哦呦，空中这个拉杆，莫巴爷，哇，白队这里分数要破百了。胡静豪拿下放进，